在光影交错间感受吉林浓浓年味儿，领略吉林非遗魅力。新年看花灯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造型绚丽的花灯把吉林装点得格外浪漫，新年味儿十足。来自韩国的一对父子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走进吉林，观花灯，品非遗，欢欢喜喜过大年。朝鲜族传统纸工艺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朝鲜族特有的传统手工艺，主要原料是由构树皮，也称楚树皮制作的手工草纸，用粘贴做法制作而成的手工艺品，有着坚固耐用的特色和质地轻巧的特性，各种外形精美的生活用品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정원이야어그렇네정원에가자가자와너도있는데저도괜찮은데와아빠이거되게이쁘다이거천이네아빠천아닌줄알았는데와아빠가되게이쁘다아이거되게이쁘지한번들어가볼까오이거되게이쁘다老师好嗯你们好这些都是老师做的吗对都是我亲手做的这是我们朝鲜族的这个传统非遗文化这个呢可以做一个小的这个很小的迷你灯这时间也不长可以做体验的啊爸你去会馆呗可以那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好请两位坐请坐我们这是朝鲜族传统纸工艺文化这些都是用纸来做的啊这个纸再把背面贴上这样的话你这个胶粘在这个粗糙的里面那挂板挂一下下一步就是做丝花瓣아빠난여기가점점좋아지는것같아여기의문화도여기이풍습들도더남아서공부하고싶어그러자되게이뻐天上明月高悬地上花灯万盏处处皆是团圆祝所有在籍过年的外国友人都能收获圆满与美好